第一个，我好期待这一个，他们大家推荐的口水鸡。哎，你看，它感觉是用鸡腿肉去切片，然后你看哦，它底下都是酱汁跟辣油，哦，然后上面有加这个葱油鸡以外，然后底下是芝麻酱，哇，这个很特别。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芝麻酱，上面也都是芝麻酱，满满的芝麻酱。是卖那种类似四川燃面的，那我看网络上大家都推说一定要点它的煎饺，然后红油口水鸡跟四川抄手。这个煎饺好可爱哦，对不对？煎饺，对吧？嗯，好棒，好棒，有吗？You say let'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 so we can 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 I said well.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雷克。今天的话，我们在台中已经最后一天了，我们等一下就要坐高铁回去台北。晚今天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们找了学妹跟军人两个超强战力来吃看，是卖那种类似四川燃面的。那我看网络上大家都推说一定要点他的煎饺，然后红油口水鸡跟四川抄手。那我们就来吃看吧，这种文青风的小店面。I don't know about that. Or should I turn on the TV or the radio?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There's a whole list full of all the things we can do. 好啦，我们的餐点都到齐了。那今天是学妹跟军人来支援，那她老公去停车还没出来。那一样，我们先赶快介绍一下。介绍完他们就可以吃了。第一个，我好期待这一个，他们大家推荐的口水鸡。哎，你看，它感觉是用鸡腿肉去切片，然后你看哦，它底下都是酱汁跟辣油，然后上面好像放类似有点类似像葱蒜的东西。好吃吗？下饭。很下饭呀，来，那我帮你下面。这个的话，哦，它是。欸，我觉得它的面你一定很喜欢，它看起来是超 Q 的那种手打面，它是糊芝麻，没有，它是芝麻，哦，然后上面有加这个葱油鸡以外，然后底下是芝麻酱，哇，这个很特别，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芝麻酱，满满的芝麻酱，芝麻酱加葱油鸡，好特别的一个，好特别的一个组合。嫩的，嫩的，嫩的哈，嫩的，不敢吃辣的话可以点这个，可以点这个，因为这个是辣的。好，那个煎饺好可爱哦，喔，对不对？煎饺，大家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脆。哦，这是饼干吗？对啊，啊，超可爱的，试试看。嗯，好棒，哦，这是有吗？有吗？不过有汁哎，哦，它里面是高丽菜，而且它的口味不会太重，它是属于外面煎的脆脆的很香，以外里面的肉是跟高丽菜是清淡，不会太咸，好吃。恰恰，哇，滴汁了，滴汁了，肉汁都滴出来了。是口味不会太重，可是它的肉香跟高丽菜的味道刚刚好，是甜的。它的外皮好好吃，而且有汁哦。它的外皮好好吃，好甜哦。对啊，最期待的抄手。抄手。里面是鲜虾哦。鲜虾的。嗯。哇，你看，你有看到油亮油亮的。有拍得到吗？有。油亮油亮，咬。我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好了。哦。花椒麻油。虾子，啊，虾子跑出来了！虾子，虾子跑出来了，有看到？有，这好好吃哦！它上面全部都蒜酥，你想象，你想象一下，花椒麻油加蒜酥，哦，哇，难怪大家都推这个。
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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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哎，它是牛肋，它是牛肋条的面。然后你看它这边还有放一撮的蒜泥，然后榨菜。哇，这看起来就很赞。哇，它的肉好好吃哦，它红烧的汤头都煮进去了。其实看它面，哎，它牛肉面反正就是这种粗的。Q 的，笑的不单纯。Q 的，然后我会建议把这个蒜头全部都弄到里面。它汤头好喝，它红烧不会很辣，红烧汤头它是带点甜味，不会太咸。主要是它这个肉真的超好，它水饺每一颗都很扎实，那个皮看起来超 Q 的。嗯。高绿菜，而且都有汁哦，它里面有汁，肉汁。好吃，哎，我很推它的炒饺类的都很好吃。然后面的话，我等一下吃一下。然后我来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它的小菜，芙蓉豆腐麻辣婆，麻婆豆腐的芙蓉，哎，来吃吃看。它这个上面有放花生粉，然后它的酱是有点像麻婆的酱，然后比较偏甜，吃起来超开胃，满满的头刀糊。哎呀，我的香菜不能掉啊！头刀糊还是肉松？头刀糊，都好好吃，好像那个猪血糕那种。嗯，猪血糕加香菜是吧？香菜站起来，我敢吃香菜，我骄傲。哦，它里面还有一点花椒油。花椒油。嗯，我吃到后面有点花椒油。软的。Q 的哈，对啊，它不会皮不会硬。挤的硬的，然后妈还会割舌头。对，这的话是麻辣双宝，是牛肚加牛筋。你看，牛筋呐、啊，亮油亮的牛筋呐、啊。哇，会辣哦，这个会辣哦，敢吃辣的一定超爽，因为它的辣是很香的那一种。我现在开始有点流汗，哇，冬天吃这种面很舒服，它把你的汗都逼出来。嗯。你把它拿来当饼干吃，安吃皮也好吃。哦，好辣好辣。那它这边为了这个，因为你吃辣，你一定会想要喝东西，所以它有酸梅汤跟红茶。那我本身喜欢喝红茶，来喝喝看它。哦，红茶是微糖，很微的微糖诶，但它红茶有一种香味。红茶王子又来了，对，红茶评比，不苦不涩。单纯茶香带一点点甜味，有点像东方美人茶，跟那个超商的那个白毫乌龙一样。而且你有看到我一直流汗？我见到这样都有点辣。因为我刚才就是吃到这个变辣。它很，我觉得它很适合下酒。你喜欢吃辣应该超爱的，它够辣，味道很重哦。来碗白饭吧，对不对？好吃，真的很好吃哎。吃完了，这家真的很棒，它的无法外带，对，无法，它的全部都吃光光了，它的水饺跟它的那个馄饨抄手都很好吃，哦，锅贴真的很赞，真的很赞。然后那个喜欢吃辣的，真的可以点那个麻辣双宝，超好吃的。口水鸡。对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去赶高铁了，那台中就下次见了。如果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拜拜。